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大姐呀，黄河豹！大姐呀，阿英的肉给你穿好了，谢谢谢谢。哎，江坤。 战斗结束，你来晚了。对不起啊，白教官，我总是慢半拍。小心！英雄，你没事吧？给我看看。 阿姨，你看一下，这是你的包吗？是是是，查一下有没有少什么东西。又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。行了，先这样吧。谢谢。喂，恭喜你到哪里了？ 我这出了点状况，对不起啊。要紧吗？要不要我过去？啊，不用，我待会儿可能得去趟警察局做个笔录。今天这 party 我可能去不了了，真不好意思。那你先忙，有事情打给我。啊啊，行。 说好了，第二天就给我消息。到现在也没个电话。这帮年轻人，不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。现在工作哪那么好找啊？年轻人都挤破头了，别说你，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吧。一位女士的，那我在家待着难受，谁管呢？路过现场的一位女军人身手不凡，勇斗小偷，帮助丢包人挽回了损失。据警方透露。 这位不接受采访、匆忙离开的女军人叫白木喜，是我市第一军校的教员。你好，我是新闻采访的记者。下来，下来，快来！干嘛啊？急什么这样？快快快快快！谢谢。请问你是刚刚救人的女英雄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来自哪里？木喜呀！哎，你看，哎呀，你不是？哎，他当时……哎呦喂！ 哎呀，你看咱家木喜好漂亮啊！太像我了！哎呀，哪像你像我啊！现场采访。
这不是你呀、啊！浪费子弹，你浪费子弹吗？这不，晚点明明开始呢吧？我没迟到啊！今天是什么大日子啊？这么欢迎我？谁欢迎你了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今天是木喜的大日子，人木喜吧？ 你这是上哪儿去了？这么晚？那个，我马上去换，马上去换啊！哎呀，你说都是一个妈生的，吃一样的粮食，这两个女儿怎么就这么不一样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别说她了。哎哎，车来了车来了，来了来了！走走走走走。谢谢大哥。 哎，夏，人民英雄致敬！你干什么呢？快快！我们不行，电视上这得播出你的英雄事迹的。嘿嘿，好孩子！你们都知道了？那当然了。哎，哎呦，有没有受伤啊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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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是前面穿高跟鞋打架的时候脚有点疼。好孩子，像咱们老白家的后代，像个军人的样子，军人就是应该这样。 在人民群众遇到困难和危险的时候，奋不顾身的冲上去，这样人民才能安居乐业，才能无忧无虑。好了好了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。木喜啊，你穿成这个样子，爸还是有点看法的。这个意外，纯属意外，我现在就去换。哎，这就对了。 哎，木喜啊，爸跟你说，你跟水喜不一样，你是军人，军人要有军人的样子，军人要注意军人的形象。知道啦，好了好了，赶紧去换衣服，我弄点吃的给你啊。<笑>二姐，你就是我的偶像。哎呀，吃一样的饭长大的孩子就是不一样。老白呀。 水喜，什么？这怎么回事？啊，什么怎么回事啊？你为什么不允许随便穿人衣服？不就是件破衣服吗？哎呦，我今天累死了，不跟你说了啊！一件破衣服，对你来说是破衣服。哎，我道歉。你干嘛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睡了啊。 你为什么要穿我衣服？你穿我衣服干什么去了？我还想问你买这衣服干嘛呢？你又不穿，那我穿了不正好吗？省得浪费，钱不借给我的，连借破衣服也不舍得给我穿。我不借你钱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借你钱啊？爸要是知道你借了好多债，不打死你才怪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告密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我欠了多少钱是我的事，你借不借钱是你的事。哎，木喜，你太自以为是了吧？真是没救。 一点资质都没有，我没救，你才没救呢！我至少知道我有件事情比你强。你说，别以为你自己现在有多风光，你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全知道。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？你跟我说清楚。不想说，我要睡觉。我起来，起来，你干嘛？你跟我说清楚，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？你什么意思？这样动手打我是不是？打！ 吵什么？
我们道歉，李一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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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
爸，我也有错，要罚一起吧。哎，哎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哪知道啊？哎，你就别唉声叹气的了，有话你就说。 你太偏心了，你。老夏，别人不理解我，你还不理解我吗？哎呦，就算我有点偏心穆喜，那也是让他给其他的几个孩子树立一个榜样。我不反对你栽培穆喜，但对水喜，你这个做爹的，太过分了。你就。 关着哄着了，哈，这水洗啊，早晚给你捅一大娄子。你就不能盼他好吗？他一个女孩子家，能捅出什么大娄子啊？那也得防患于未然吧。我这是因材施教，对他们这几，这是管理，你不懂。是是是，我不懂。我知道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哼。 借他个胆子，他敢！不跟你说了。哎呀，好，我们睡觉睡觉。嘿。